可以开了，可以开吧。这样副桨卷起来算很不错了。副桨不这样的话，你别在地方看，它都是这样的，它不可能和分桨效果一样。分桨效果一样的话，谁还敢这样搞？副桨嘛，就是它现在就不整齐嘛，不整齐了之后，然后跟踪跟边跟起来，跟起来开，现在就是那个开高速。你不然的话，你像这样的话，有时候跟边还来不及跟的话，切起来料都变了。这一卷料能弄完要多长时间？你还这么多？还有400多。不会吧？它越小越快。我试试错了，没有错。两个现在还差不多。管它了，你把你这。走完就好了吧。走完，你看我们这边开随便开，那你那边2000米，浪费我们的机器啊。但最大卷进能。
头那个酒店出过去的，坐一下。